好了，去吧，小女孩。我们全队的胜利都寄托在你身上了，我从未如此的信任过你。今天你是马孩还是女孩，就看你的操作了。哦，哎呦，躲掉了二段。摸一下，抽刀，我操，哦，无伤压满救。好好好，我单方面宣布，你今天就是最帅的女孩。哎，好好，快走，看一下咒术师，有没有地窖？看一下，有没有地窖？现在是咒术师的 show time， 一个翻，吃个受伤加速，我操，能跑地窖，我操，三跑，我靠，这居然都赢了三跑，哎呀，太棒了，哎呀，一刀。哎呀，完了，这把没了，这把走远了，这把我在干什么呀？我都不知道这把我在玩什么东西，我操！第一个人抓，前锋在那边，坏了，这把平局都没有了。来，然后一刀，哎呀，快点，能不能快点，我操，我要急死了，我就疯狂在按三键了，我靠，哎呀，他们全进去了，那还剩个前锋，前锋在那儿。快点！地窖在海边，来不及！好，来不及！等一下！哎，我就猜到你是废的，呜！这给我扳平局了，我靠！得亏我防了一手他的飞轮啊，不然这把多半是哎，嘿嘿嘿嘿！哎呀，哎呦！这个是，哎呦，厂长，我操，哦，上古老稀客，这个是厂长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厂长好兄弟，回头盖，哎，这边跟他再绕一下，他放火了，哎呀，好快呀，哎呀，赶紧走，等一下，木炭为什么还在这里啊？完了，快打个洞，好，快啊，再来一个，好，洞帮我扛一刀，再打个洞，哎呀，慌不择路了，他手忙脚乱了，我不会玩祭司，哈哈，破案了！快！来不及，打洞！哎，打洞了！哎呀，这是啊？为什么啊？哎，下次还是不玩祭司了。哎呀，吃了个闪现落地刀！哎呀，季教授你在干嘛呀？季教授。啊，季教授你在干嘛呀？哎呦我那个天哪，快赶紧来救啊，怎么迅雷隐隐给我跳出来了，我靠，赶紧先把舞女救下来，先把舞女救走啊，舞女你二屁吧，你往他脸上撞，你二屁吧，快走吧，飞轮，哎，你能不能再往前爬一爬？这个位置他盖不到啊，盖不到飞。哎，对，好哦，哎，好，救下来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谁在修机？赶紧修机。我是真没有想到这一局都能给我们盘成三人、四人开门战，我的个天哪，这都能盘成四人开门战。哎，坏了，他赶过来了，来不来得及？
来不来得及啊，点快一点啊，姐姐点快一点，哎，点快一点，哎呀，门差多少啊，抱一下呀，门还差多少，门还差多少，快快快，门还差多少，我靠，这不是一碰就开，哎，真的是遗憾泪，太遗憾了。哎呦，哎，想偷袭我，哎，这么点距离怎么可能偷袭得到我？你在想什么？哎，飞轮，走了。什么屌地图？直接幸运儿启动。哎，这张图蛮适合幸运儿的，说实话，箱子比较多，而且分布也还算可以。而且这图玩把幸运儿正合适。哎呀，先知嘎的有点快呀，先知。摸把枪先，摸把枪先，先摸一把枪，然后拿香，拿什么酒？拿香水跟，对，拿香水跟枪酒。哎，别，能不能不要抢？你们，哎呦，马孩呀，马孩，带上枪跟香水啊。先香水，哎呀，把所有的该吃的全吃了，然后直接掏当掏哥，然后回来扛一发蛛丝，哎，然后彪崩，哈哈哈哈，功成身退，溜了溜了，甚至手里还一块表，哎，所以是怎么能完成这个样子呢？你们，哎呀，又倒一个，我摸个儿子，对，摸个儿子出来卡个耳鸣，牛仔挂飞。然后挂女孩，哎，这把没了，走个地窖吧。好，先启动儿子，把儿子放在这边卡个耳鸣，放这儿，对，放这儿卡耳鸣，龟缩在这儿，哎，对，好，卡耳鸣，然后拿上魔术棒，我靠，起乌鸦了都，赶紧，哎呀，赶紧，摸一下机子。坏了，被发现了。好，分身，哎，挡一发，挡掉他一口痰，然后往这儿走，然后摇表，哎，往这儿走，窗弹，哎，地窖，我听到声音了，在这里，哎，地窖，再摇块表，哈哈哈哈，哦，哎，还是我技高一筹，哎呀，你确定要追我吗，黄衣之？这皮肤挺帅，哎呀，完了，魔术师就是可以乱先鸡巴转点，哎呀，这种感觉就是好啊，想怎么转点就怎么转点，有个魔术棒无所畏惧，想怎么转怎么转，反正就是不拍，哎，我操，闪现开刀，啊！这出手怎么拍到我的？诱惑速闪，来，小九十块去偷人，快！我在这诱惑速闪，美男计，嘿嘿。哎，还在看什么看？别看，你再看人要被偷了，哈哈，人被偷喽，哦，人被偷喽，直接开摄魂去追。哎，这好像能勾到那个，这好像能勾到魔术师。我操，分身吃刀。分身吃刀，太美味了，分身吃刀来，哎呀，差一点点，受不了了，没事，有我在啊，我来救、开始吸魂，哎呀，他有那个可以主动取消打断，哎呦，我靠，快，飞轮，好，再吃一刀，好，打不到，快，好，他摇表摇铃没有用，我操，我太秀了，哎呀，等一下，是不是忘了什么事情，你得这么自私，哦，不对，我祭祀忘记救了，哎呀，我就受不了了，操，这哎呀，受不了了。